大家好，我是 Leo。 上次讲到我们搭高铁去广州，参观完正佳广场的极地海洋世界、雨林生态、植物园等等，睇埋广州塔，行埋江边，翻到酒店 check in 都已经夜晚嘅十点半。估唔到我哋预定嘅房，酒店俾咗其他客人。究竟我哋当晚点样过呢？喺出发之前，记得点赞同埋订阅我频道，最重要就系将我影片分享出去。我哋就系订咗呢间西关十号酒店，佢个侧门好似有啲旧。我哋去到酒店都已经系晚上嘅十点半，而喺酒店嘅旁边就有好多呢啲嘅小食店。我哋仲讨论紧，究竟今晚冲完凉之后系落嚟食定系叫外卖呢？烧烤嘅味道真系好香，好吸引。我哋集合晒啲人之后咧，就上酒店 check in。估唔到我哋一入去 check in， 原本 book 嘅三间房都全部 upgrade 咗。我哋原本订嘅房都系400几蚊嘅普通大房，而一间咧就 upgrade 咗做700几蚊嘅商务房。呢一间商务房望落去都有5-6尺，都已经相当舒服。估唔到另外嗰两间更加正。而第二间咧就 upgrade 咗家庭房，呢度有个企缸，有个小朋友嘅厕所。穿过洗手间之后就系主人房，两张嘅3尺床拼埋就变成咗一张巨型嘅大床，仲有一张梳化，床头隔篱有一个挂衣嘅地方。主人房对住仲有一间5尺床嘅小朋友房，布置得色彩缤纷，仲有个小帐幕。再出去就是一个客厅，最后一间我哋被 upgrade 到去总统套房，开门对住块玻璃屏风，已经感到富丽堂皇。套房嘅气派非凡，豪华精致。玻璃屏风后面就是客厅，隔篱就是一个偏厅，一张巨型嘅三边落地大床，当然系唔少得啦。房间里面嘅灯光好柔和，有一张华丽嘅梳妆台。巨型浴缸，企缸，仲有两个马桶。哇，金碧辉煌呢层楼。饭厅就系我哋今晚食宵夜嘅地方。我哋五个人叫咗个超丰富嘅宵夜，喺我印象之中都从未食过咁放肆嘅一餐宵夜。瞓到自然醒，系望一啲广州旧街景啊，好似攞豪方望出去嘅感觉。就同大家睇一睇酒店嘅早餐，餐厅嘅格局好光猛整洁，成个观感好舒服。算系好唔错嘅酒店早餐。有粉面、沙律、格仔饼、pancake。面包、咖啡、奶茶、柠檬水、果汁。仲有啲中式嘅点心，烧卖、马拉糕、饺子、小笼包等等。食完早餐之后咧，就出酒店附近睇下。呢度系十号路，喺广州嘅荔湾区。道路嘅两旁都系一啲具西关特色嘅骑楼建筑，系以前西关最繁华嘅地方，可以感受一下老广州嘅气息。当我行下行下，
有个团友因为没吃到酒店的早餐，所以就在陶陶居喝茶，说那里环境非常之靓，叫我一定要上去拍一拍。果然是非常之有气魄的广东式喝茶。不要以为没什么人，其实三层楼的大厅都已经坐爆了。这里未成为茶楼之前，原址是一个西关大户人家的书院，原名叫做葡萄居，其后被一个广东商人买入了之后就改名陶陶居，取其乐也陶陶的意思。在清末民初，有很多文人雅士在这里聚脚，曾经到访过这里的名人呢都很多的，包括有巴金，连鲁迅都是曾经这里的座上客。昨天宵夜本来想点这一家的南顺牛奶甜品专家，是广州的老字号，但是昨天我们点美团的时候就已经关了门。八卦一下，望一望这里广州的人工，包食宿一个月只休四日，如果是做部长连埋职校有5600元人工，服务员4800元基本工资，职校加多200元，如果想见工的话可以打这个电话。隔壁是莲香楼，上面那层亦都是一个老字号茶楼，下面那层卖中式饼食，就好像元朗的恒香老饼家。莲香楼是一间过百年历史，在广州有莲蓉第一家的美誉。它和陶陶居都是广州仅余两间过百年历史的老茶楼。这个叫做咸蛋盏，上面是咸蛋黄，下面是腊肉饼，蒸熟了应该好好送饭。见到中式饼那么漂亮，忍不住都叫了。有什么呀？我一个老婆饼，一个老公饼，8元人民币一个，差不多是10元港纸。唔该。哇，好好吃个皮。个皮好香，都系嗰句，如果佢再叮10秒、8秒嘅话咧，更加好食。喺街上边有好多呢一啲以老广州百姓为主题嘅铜雕塑，系一个唔错嘅打卡位。走下走下，我哋就出到上下九步行街。这个上下九步行街是广州著名的商旅地带，是上九路、下九路和第十浦路的合称，在1995年已经成为了商业步行街，是旧城区最繁华的地段，但是现在望下去就有点像深圳的东门。这个出名的上下九街啊，跟我昨天去那个正街商场那边又不同，因为那边多年轻人，这里呢就多中年的朋友，历史悠久一点，因为广州其实都很多新东西玩，年轻人多数都去一些新商场或者新景点，这里会比较老广州一点，如果你想回味老广州味道，这里真的很适合。有一种30年河东30年河西的感觉，这里已经变成了旧区，已经没什么年轻人在这里打等。附近有一条食街，屯门富健花园龙门居那边的小食街，这些是什么来的？是商家。哦，可以买一颗吗？我可以试一颗还是买一个？可以拿一个。可以拿一个。我劲唔怕丑，我问他拿一个试一下，试一下先。因为这个是砂糖面的山楂。新鲜山楂是的，原来鲜山楂嘛。好有趣，我第一次吃新鲜山楂，挺得意哦，冰糖葫芦，但不是脆皮，是它入面是发砂糖。蜜雪冰城传说是全国最便宜的茶饮连锁店，8元一杯珍珠奶茶。
哇，原來我哋酒店樓下係有個咁樣嘅美食廣場。如果下次有觀眾咧嚟到呢度咧，唔好嘥咗你樓下個美食廣場。呢度有啲似屯門良景市集嘅感覺，夜晚食宵夜真係一流啊！好啦，今日影片就嚟到呢度。如果鍾意我影片嘅话，记得点赞同埋订阅我频道。最重要就係留言同埋分享埋俾朋友，揿埋我钟仔，当有新片出嘅时候，就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。约定你，我哋下条片再见，拜拜。